好了，兄弟们，直接开盒了，盒完一起看，去他妈的啊！主宠副宠爱谁谁啊！你就给我直接盒，盒完再说，全都给我反着盒，自己的资源对不对？我咋觉得有点不对了呢？啊！卡机了啊！好了，兄弟们，咱们一顿瞎合，反正合，合出了三组啊，合出了三组的啊主宠啊地厅啊。来，先看第一个地厅，第一个地厅啊，成长1.204，法子1800啊，要眼睛啊，眼睛四技能往回拉啊。第一个白板啊，白板还能值500万，也还行啊。1.264，这只不一样哟，三技能啊、哦，没有眼啊，最后一只1.243，法子2057，这里面资质最高的一个啊，驱鬼、烈火、幸运啊，这咋整啊？66一顿狂喜呗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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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操，来给我出地厅！就是反着合，就他妈反着合，就他妈反着合！啊！我操！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我的钱也花完了，兄弟们，还有没有兄弟有钱的了？咱们不能可一个人一直来啊！我操！这把三组副宠，第一个五技能，第二个四技能，第三个四技能，我去他妈的三组反着合全他妈是啊！主宠啊，被针对了啊！